哇哇哇，我居然是第一个，地点竟然是神社。算了算了，赶快躲起来吧，等会儿时间就要到了，这衣服也没啥用啊。要不躲在房子后面吧，只要不被发现就行，后面也没啥好躲的。躲在树里头，不行，太明显了，这太神奇了，嘿嘿。躲在这里头应该不会被发现。耶耶耶，我居然是第二个，我该躲在哪呢？对呀，我也有翅膀，我可以飞到屋顶上，这可是我花重金买的，希望别买亏了，就躲在这儿吧。啊，我居然是三号，我的声音怎么是这样子的？早知道就不买这个了，我得找个地方躲起来，要不躲在那里头算了，太明显了，容易被发现。要不往前看看，算了，前面没什么好躲的，我还是躲在这边吧。办法获取蟹黄堡的秘方，从未成功过的他还因此经常会受伤，不同的故事在轮番上演，情节都很新鲜，让烦恼都靠边。我要不躲在这个房子里头，不行，这桌子太矮了，躲在这里应该不会被发现。我竟然是最后一个，还是一个婴儿服，这下想藏就能藏哪了。朋友们都不拘于小结局，在一起玩闹，拜访山地之前先要带好玻璃的头罩，要不躲在这里头吧。考不过驾照，所以也没办法开车，但是那又怎么样，丝毫不影响我高歌。总有人会说我们看起来一号，你躲在哪里？我躲在房子后面。三号，三号在吗？我在。太孩子气，如果你认真就不能够理解我们的秘密。完了完了，他往我这里来了。特别棒，开心就放声歌唱，不开心也可以沮丧。每天虽然看起来都不着边，但我们最纯真的。一号好像出局了。是呀，他堵的地方太明显了。嗯，家庭欢迎大家全部都加。完了完了，还往我这里来了，这次我可能也要出局了。今晚我为你们准备了特别节目，主角是我的好朋友这个家伙，他超白痴的。那今天晚上我们要唱首什么歌呢？海绵宝哥，我们要唱一首歌颂友情的歌，好像就剩我们两个了。是的呀，就知道了。马上时间就要到了，我们肯定会赢。